看看新闻网。好，那说到林峰和吴千语的恋情呢，也可以成连续剧了。这每隔一段时间啊，就有一则这个负面消息传出啊。这一回呢，又轮到林峰的弟弟出马了。继上一次他拒绝和吴千语合照之后，近日呢，大家又在他的微博上看到他留言了，暗讽未来嫂子，怎么回事？看一下。今日有网友爆出林峰的弟弟林一敏曾在吴千语的微博留言称，我也准备买一堆用户和手机用户来破10000个粉丝，留言直指吴千语在微博购买粉丝关注。峰弟不喜欢未来嫂子一说再度甚嚣尘上，这一回不知道是不是惹火了我们的千语妹妹，一向温婉的她面对传闻直接回答，大影的新闻每个月都来一次。可是当着众多镜头，吴千语还是替未来小叔子说了几句，无论你讲什么的评论都会有人说，以我认识的他就不是那么 childish， 我觉得他不会做这种事情。眼看千羽如此力挺弟弟，远在伦敦工作的林峰也不得不站出来了。没有这个其实这个很好笑，我都通过电话，当完全是瞎编乱造这种东西。那么请问峰弟和准峰嫂的关系到底如何呢？都有见过面，都认识好一段时间，很多传言都是一些大家的一些想象力。说的也是，这一对风雨恋从公开到现在实在是经历了太多风言风语，时不时爆出千羽逼婚，或逼林峰退出演艺圈接受家族生意的消息，就连初出茅庐的吴千语都已经练就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。每一次有一些新闻出来之后，其实大家都会吃饭，所以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影响了。娱乐新天地，别人的事儿就交给别人管吧。综合报道。